就一下。我们直接找石晕出来撕掉他就可以了。你这样就跟他一起。对，你要站那边。然后 gang bang 中你不会受伤。请不要在 gang bang 出来偷袭。叫我妈妈 gang bang 中。我要打。我们一定会拿你们两个人名牌回去换两个人。只要我们可以拿，只要两个好人出来给我们撕，我们就可以再签。另外两个。所以我们是可以直接知道。因为我们不相信水，所以我们两个死哦。嘉贤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讲的错了，哪里错点？好，我们一个警察，我从头到尾就没有在相信。你们没有跟我们谈判余地，我们本来是打算一个平民，你直接撕掉他的，拿去换一个机会，然后叫医生救回他了。我撕他没有机会，我撕他就等于失败了。对，是我有这个机会，因为他不是想要救回他，就怕死我。可以，但是要等时间啊，因为该救了。等一下先，你讲一个好人，一个坏人复活。那个好人讲复活，没有，真的不要讲。我们总共复活过两个人啊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石云。怎么复活石云？石云是自己复活，应该是本来的。没有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要有两个人死？就一个你们，一个我们，不要就这样吧。我们要你们四个，你们两个人死。这为什么？这你们就是马匪啊！这是我们过来的，我们过来的目的。对，你们就是马匪啊！我们是马匪，你们。你们打架，你们打不过我们啊！现在，所以你们只可以用。我们要推开，我们要推开十步呢。你们打不过我们。所以这样你们就是马匪啊！这你们就是马匪啊！我们是马匪啊！我们肯定不是马匪啊！但是我们会给你们打架。快点录，我们肯定不是马匪啊！我们肯定不是马匪啊！动手没有？是啊，就请吃。三。哎，等下。讲片花请吃啊！讲片花请吃。你讲片花请吃啊！你是不是马匪啊？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！讲片花请吃。你录起来，你是不是马匪啊？我不是。你是不是马匪啊？不是。讲片花请吃，你是不是马匪啊？讲片花。讲片花请吃，你是不是马匪啊？我不是马匪。我是平民，我不是马匪啊！讲片话请吃，讲片话我请吃，走去哪里？吃到钱不用紧，讲你不是马匪，肯定我肯定不是马匪，一百八斤。你们喜欢啊，但是我们会跟着你们，我们一定要吃。赢者有份，上 Facebook 看的也是有份。我们也是一个方法可以赢。我们现在五个人是，我们现在六个人是互相相信的。然后只要不然我们就一起走。只要平民的人数赢马匪的人数，我们就赢。所以我们把全部人死，就是别人死掉，我们就赢了。等一下先听我讲，现在我们先走。多得剩多久？我不懂，没有太里面的，没有太里面。多得十个人，剩下最多三个马票吧。不用，不是吗？